因为我们是青旅，所以没有休闲设施，目前明天没有早餐，要后天才开始有早餐。我们这边未来提供的都是半自助式，主要是主食的部分会是日式的饭团，对，然后会有三菜一汤跟一个水果，还有饮料跟面包，这、就是半自助式。嗯，现在这边有四人房吗？目前因为我们全馆四人房只有两间、嗯，对，所以四人房目前里面内装还没有很完善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贩售。嗯，谢谢。今天就还没有早餐。先附近买早餐。打扰了。Hello， 欢迎收看咪咪 BB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投水里的芙蓉来旅，耶！今天早上九点开放下订之后呢，我们就赶快订房，然后开车过来这边入住啦。这个月呢，我们也有开箱日月潭新开的温德姆饭店，还没有看的朋友记得点击资讯卡先去观看哟。那我们就来开箱这次的月旅客房啦，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先帮我点击订阅哟。进来的地方，它的门跟那个进来的空间，就是走道部分还蛮大的。然后我的左手边是厕所，这旁边有个隔间，然后旁边是厕所跟淋浴间是干湿分离，然后洗手台在那边。这个区域的空间蛮大的。大师傅的，我们看一下备品区，这个是吹风机。它这边是环保饭店，所以就没有提供牙刷。今天好像是那个试营运的第一天。它的Sonic吹风机，个热水壶可以煮水。日月潭的红茶，这个好酷哦！绿段式的咖啡，然后有芙蓉大饭店的水，去那个芙蓉饭店是会附芙蓉的水。然后有保险箱，看一下冰箱有什么东西。冰箱的部分，放置行李的地方，下面也可以放东西。现在来看一下它电视有什么。我按到，就是那个它的外观，就是有一个圆圆的，然后上面尖尖，就是它这里正宗饭店芙蓉来旅。那这边有它其他的饭店，就是有芙蓉大饭店跟芙蓉来旅，然后地堡也有芙蓉。高雄最近有新开的芙蓉来旅，垦丁也有，垦丁。然后他入住提醒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哦 ，check in 的时间是下午四点。客房介绍，哦，他有可以看到山景的房间，好像很不错耶。然后线上影城有电，对，看一下，哦，有电。哎，互动娱乐还蛮多的 ，YouTube、Netflix、Apple TV、迪士尼这些。旅游资讯，它这里有注册吗？这还没接受，这些应该都是还没有。哦，它周边的景点就是有那个可以开车去车程跟集集，然后日月潭的话大概是开半个小时。这航班资讯已经好了。游行程，台铁时刻表，座椅区也是很有芙蓉饭店的风格，是紫色的沙发椅，还有两张沙发椅，这桌子还蛮大的，这小灯，这灯应该是可以关的。那对面是立体停车场，因为这边楼下的停车场是停满了就没有位置，所以他们就是会引导说可以去对面停车，在那边。这条线是都可以拉起来，这也可以打。这边是床的部分，现在预定的是一大床的房型。
这个小灯都有点欧风的感觉。好，这边是可以充电的，充电器跟总开关、床灯跟室灯，这是它的冷气遥控器，好大一台。哎呦，我记得芙蓉都会附这就是一本旅游书，类似是旅游书。这是它的袋子，好大一个。来试躺一下它的床，这枕头就是软软的枕头，然后棉被也是不会太厚，还蛮舒服的。然后这边可以直接看到电视，这个是它的厕所，这边有那个淋浴间跟厕所，这个是洗手台的部分，它的镜子很大一个，旁边的灯是可以关掉的。洗手乳是蜜柑红茶的洗手乳，这边呢是淋浴间，叫木头的纹路，它一进来的感觉就是还蛮温暖的，有一日茶道的琥珀红茶沐浴乳跟蜂蜜乌龙洗发精，毛巾跟放衣服的架子，空间不会很小。厕所，这是厕所空间啦。